每周一三五看笔电 YouTube。嘿，大家好，我是干瘪。你有没有想过成为特种部队吗？今天我们来玩 Roblox 特种部队模拟器 Special Forces Simulator， 让我们来体验看看成为特种部队拯救出人质是怎么样的感觉。好了 ，Play， 哇哦！您好，加入群组立即获得5000元现金。你以为会这样子被你贿赂吗？群组连接在哪里？OK， 看起来我现在就已经是一个特种部队了，右边就一个手电筒连在我的右脸上面，这耳朵应该会很酸吧，如果是挂在耳朵上面，特种部队耳朵都这么有力吗？比赛进行中，现在看起来比赛已经开始。哎，有个蓝色的圈圈可以直接让我到场上吗 ？OK，Let's、okay, go， 各位，我没有接受过任何训练。有四个人质还活着吗？还是四个囚犯？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走吧。Hello， 你挂了吗？按 J 拖移。哎，这应该是恐怖分子吧？他戴的面具应该就是恐怖分子。OK， 好、oh ，特种部队击败敌人，我们赢了。我晚了一步，功劳都被其他队友抢走了。哦，看起来我的队友真的是都还蛮厉害的。我很有自信，这些人可以分得出谁是人质，谁是队友，谁是敌人，没问题的。哎，现在这边还有训练区，看来这是我们的教练。Get your in， come on move， 哇！我不知道怎么做 Let's go bro， 我在成功点的时候没有这种训练，我也不希望有，感觉蛮辛苦的。不过这个感觉有点好玩，我还是不要乱讲好了，就跳一跳去嘛。 Let's go， Oh my god， 这是第二场训练。 Let's go， 我可是实弹射击过的。 Let's go， 看起来这是我擅长的，就是射击。他没有发现 Improperly shoot the target。你吗 ？OK， 好，最后一个人在闹了，我现在不闹了。Let's go， 你这样射还可以赚到经验值哦 ，Nice。你看我上面的经验值在累积当中，所以我觉得还不错。他在让你出任务之前，还会给你一些适当的训练，像我们现在好像要学习怎么破门。OK， 我试看按一，把门踢开来。FBI， 呀，按哦，现在可以踢开了。Let's go， 你要是要按很多下才行。FBI， 开门。摸啊。好，我们现在训练完成了吗？看起来我们准备要出任务了，各位。我现在已经经过了正当的训练，从特种部队学校毕业了。现在门开起来了，我们准备要出发了。我不知道我的任务是什么，但你的任务就是帮这边按下个喜欢，跟考虑订阅我频道好吗？让又跟别人达到100万订阅。难度是7吗？6。OK， 一开始就给我6。这是你的队长，服从他所有命令。OK， 没问题。任务：机场，在加州美国机场受到攻击，特种部队展开。OK， 我准备好了，守卫我们的家园。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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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机场受到攻击了，怎么办 ？Oh my god！ 我好像射死人质了。Dude, really？ 对不起，抱歉，我新来的好吗？你们要包容一下好吗 ？Bro， 对不起啦，兄弟。OK， 我的队友还 OK 吗？我们机场受到攻击，恐怖分子在哪里 ？Oh my god！ 里面有恐怖分子。OK， 开门，准备好。OK， 我现在认真的，这是恐怖分子吗？你还活着吗？我杀死一个恐怖分子。Oh my god， 他怎么完全没有注意到我 ？Let's go， 但我现在只剩一半的血了，后面还有一个特种部队。OK， 我的队友来了。这边看起来很多恐怖分子。OK， 我在保护你的后方，有吗？这边有。Oh my god， 队友挂了。No， OK， 冷静。OK， 我解决掉了。不告诉我这边出生一个人，你是开挂吗？你怎么突然出现在这里？这什么鬼？但是我们杀了很多恐怖分子 ，Come on， 应该楼上还有吧？我猜。Let's go， 猜对了，我是专业的好吗 ？Bro， 我的手枪太烂了啦 ，Bro， 我好像 ，Oh my god， 我挂了，真的假的？所以原来你复活就是直接走回这蓝圈就可以复活了吗？这是有人在瞄准人质吗？我没有做错了吗？他拿着刀正在用着另外一个人，我当然要把那个拿刀人杀掉啊！你生气个毛哦！这是恐怖分子吗？bro， Oh my god， 又有个恐怖分子，为什么这边的恐怖分子都不会动啊？他们是吃错药了吗？特种部队击败敌人 ，Let's go， 我们又办到了，各位，我们是特种天才，他们可能看到我就被吓到了吧。选择难度你是可以投票的，直接选最难的好了。我们这次小队队长好像中间这个人吗 ？OK， 我们都会听你的。我们任务什么队长？任务购物中心，有武装分子占领了购物中心。OK， 队长，我们该怎么做？跟着队长 ，Come on， 按 F 可以开启手电筒。OK， 我们跟着队长走，看起来充满了恐怖分子在楼梯间。给大家用阵型，培根都挂了。又有个人挂了，队长，我们该撤退吧，队长。队长挂了 ，Oh my god， 队长复活了 ，Oh my god， 你是耶稣吧，队长？冲！我跟着你，恐怖分在哪里？他们不会复活，我们会复活的。我在那边，我看到了，我来，
我的是不是已经挂了？上面也有哎、欸、，Oh my god！ 冲！我们拿这个当做肉盾，看到人就杀。还有哪里有恐怖分子？楼上吗 ？OK， 我准备好了。Yes， 杀死一个空分子。我不知道这个百货公司这么空，他们要干嘛抢一个空的百货公司，对不对？没有道理。Oh my god， 我被射中了 ，Bro， 你们射不过我的 Bro。这边好像还有空分子吗？这平民不要射啊，对面有空分子。哦，看着队长解决了那个空分子，哎，我们可以拯救这个人质吗？还是他是罪犯？嗯，为什么我挂了？我们好像逮捕到平民了，所以刚刚好像是逮捕的意思，我逮捕了平民就挂了。队长，你做得很好，你又再次秀了全美国你是多伟大的英雄，我们都以你为傲，不要害羞了，不要谦虚了。哦，他去现世界中拯救人质，培根头看起来只剩我跟你了。结果他是小队队长，我是医疗兵。队长，我们这次任务什么？森林找到红色的房子，为什么我们要找到红色的房子 ？OK， 不要问，做就对了。看着我医疗兵还可以有的医疗工具，培根头，你现在稳的好吗？我们现在目标是要找到红色的房子，我们可以开车吗？我们可以开车 ，Let's go！ 那我也要开自己一台车哈，有两台车应该比一台车更好。我们现在还有目标哎，寻找红色房子，拘留其中的所有嫌犯。我们沿着这条道路，也许红色房子可以找到了。是这样子吗 ？Oh my god！ 我翻车了，报告队长，我翻车了，报告队长，我车子又回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红色房子，我看到前面红色房子 ，Let's go！ 队长，我找到红色房子，我想我们先把车子移到安全的地方。我看到很多恐分在那边，然后我就先下这样下来。很好很好，队长你做好撞房子，这是个不错尝试，撞那些恐分子也是不错尝试。你挡住我，队长，我看到恐分子，我杀了三个。哦，我挂了，队长救我，谢谢，妈。救命，队长，很多恐怖分子在那边呢。OK。哦，这是自己队友。OK， 抱歉。Let's go， 我们逮捕刚那个双马尾的女生。看，因为我们刚伟大的行动，现在多出了很多人，最难的啦。哦，我又是医疗兵了，看起来之前做的太好，再次成为医疗兵。目标：出村一个平民，干掉任何敌人。所以我们找救一个平民，其他平民都可以杀掉吗？收到，队长。Let's go。OK， 哦，前面好像有恐怖分子吗？撤退，还是可以直接撞他们。Oh my god， 要撤退吗？队长，车子不知道怎么撞不死他们。OK， 我觉得我们包抄他们，我先绕到后面好了。队长，我要绕到后面，然后夹击他们。我看到这边好像有个平民。OK，IQ 180时间，各位，这边有个平民，我们先拯救这个平民。Oh my god， 恐怖分子发现我了！恐怖分子怎么看到我了？我只是明目张胆的开车过去而已。哦，好多恐怖分子哦，没关系，先在这边下车。Oh my god， 恐怖分子，有恐怖分子。Bro， 难度10真的好难哦。哦，最后一个培根头也挂了，我们好像全灭了耶，队长。比赛结果，任务失败，未能击败敌人。这一天，我们第一次尝试了失败的滋味。啊，秒了！对，我们秒了。我现在决定直接花450 Robux 买下这个 FBI 联邦调查局的，看一下我成为 FBI 之后可以获得什么好武器。他这有点诈骗，他刚写450，然后点出来是559元。我应该在枪具店就可以选择什么 FBI 的特别武器吧？哦，我们可以使用 MP5 这把枪装备。那 FBI 可以使用什么手枪？获得的是这个防爆护盾，哎，不是撞击器。不知道 FBI 到底有什么东西，我猜可能主要是背心吧。这些装备，联邦调查局头盔加50的生命装备，还有联邦调查局的衣服装备加0生命。但你现在有个 FBI 三个大字写在你身上，以防恐怖分子不知道你是他的敌人。还有联邦调查局背心，这个加100生命欸，这也太作弊了吧。 Let's go， 装备上去，现在装备齐全了，还有把全身的新枪 MP5。这感觉 OP 太多了，我有了这个我就无敌了。 OK， 听着各位，是我们最后一场任务，我们一定要赢得光荣、史诗、热血。我们直接选最难的 ，Let's go！ 武装分子袭击小镇。Oh my god， 不会又是那个红色房子的任务吧？那应该会蛮难的。Oh my god， 直接哦，这不一样任务，直接是个小镇。OK， 看来警察已经来过这里，但我们不一样，我们特种部队，那应该是平民。但我现在不学乖了，平民也是。不要杀人质！哦，对不起，都太像了。哎，你们不要杀人质，都是恐怖分子，恐怖分子在那边。Oh my god， 我培根头队长，队长，你杀平民，然后反而不杀恐怖分子，你就被杀了。Oh my god， 小心，像这个红发男蹲下，也许是一个好事。我先去右边房子，看右边房子有恐怖分子在里面。Oh my god， 他怎么穿透墙壁的 ？Oh
Oh my god！ 我只是觉得很容易被他们扣到血，你知道吗？就算你很小心，你看你也会被扣到一滴血。就算你速度再快，也会被扣到一点点血。看这边还没有敌人，所以感觉都清空了，很好。这边的话呢，这边都安全了。OK， 这间房子清空了，看起来那一栋房子里面也有恐怖分子，我看到了。开手电筒实在好看太多了。Oh my god！ 感觉这边还有恐怖分子，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杀死了。OK， 这一间房子也清空了。左上角看起来有一个恐怖分子，在那栋有双层楼的房子。Oh my god！ 你来晚了，我刚刚被扣了一点血。红发女加油！哦，我好像已经把他杀了。Oh my god！ 哦，这是人质，人质，人质，不要杀红发女，人质在这里。他是人质，他是人质，你在干嘛？他是这房子的主人，他现传了这么多恐怖分子，就是等我们把他救出来，结果你就把他杀了。也许我们要招募的就是这种狠心的人才能够打得了，加油，就靠你了。看起来其他的特种部队都已经阵亡了，只剩我跟你。我去这间房子看看。哦，队长已经直接显示给我们看敌人在哪里了，这边里面有一个敌人。Bro， 我很需要队长都直接告诉我敌人在哪里，这样子超好用的。可惜他只会显示一秒而已。Bro， 因为这真的太难知道敌人在哪里了。红发女，就靠你了，我们两个。我觉得上面有人，去楼上吧。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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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哦，红发女你还好吗？红发女，哦，红发女挂了。哎。我们好像杀死了所有恐怖分子了吗？特种部队击败敌人 ，Let's go！ 经过了百般波折，我们还是成功办到了。我们现在正式成为了一个非常合格的特种部队。OK， 各位，那我看这是特种部队玻璃器了。希望你们喜欢今天这部影片，喜欢的话别忘记帮我按一个喜欢，然后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那每周一、三、五看 BNYouTube， 我是干笔电，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